这个不是直航的地方，是有些线。来，我们要转机嘛，我们现在回家也要转机，到非洲可能不需要。到非洲有直达，他们到那到北京啊，到那航空公司直达。啊，每一个星期有两班，但是他到迪拜、到阿联酋呢，很方便。我们合唱的，你知道的，可能都认识哦。都认识。使馆是对我们华人特别的关心，我们这个大使啊，对我们这个侨民非常之关照，一来这里把所有这个两国这个关系啊，搞得非常密切。几件大事，你看，都是在大使手里，在使馆推动下促成的，包括现在总统上个月访华，这种高层的接触，高层谈成一些大的。动手以后，两国关系就会有很大改善。两国关系改善，你们日子就好过。两国关系都滴滴碰碰的，你们作为侨民来讲，也是会碰到这样那样的。这个我们的大使，推动力很大，各方面。包括第三者这些来访，也是大使推动的。对呀、啊，他专门到杭州来啊，是不是？我们专门来。那省长特别关照我们这里。不过是我本来是到西班牙的，不是到葡萄牙的最后一站。然后大使来了，大使没我不知道。我们外班主任就告诉我，他说大使专门来的西班牙到葡萄牙去一下，而且大使是我们浙江的。那我就听大使的话，我们也就定下来，后来也转到这边来。现在这样重要的任务很重，就是三十二天。我们现在还能找出像当年这样二十来岁的
企业家嘛。现在我们就在，就是前年开始，我们搞了一个叫新生代企业家工程，我是要培养一个20多岁的企业家，因为他现在刚刚50岁，刚刚50岁，50多岁，刚刚50岁，但是30年前他企业就做的很大，很有名气的，也不能算很大。当然现在他这个企业，还不算太大，大概资产350亿，350亿左右资产，然后做。然后我们这里第700的企业，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丁汉生董事啊，他是国贸集团，国贸集团就是我们原来什么中大集团、东方集团这几个国有的建筑公司，并在一起成立一个国贸集团，这个属于省政府的直属企业，去年大概500亿美元的这种销售，500亿美元，应该也是比较大的一个。我们这边的高兴夫董事长是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的董事长，专门是搞建设的投资的，包括公路啊，包括这些基础设施啊，当然包括房地产啊这一类的，这边是也是国有企业，比较大的。这次有批民营企业开离开的，给他回去了。他这个去年也就是100多亿美元的这种产值，也不算小，不算小。他旁边是那个我们旅游集团的总经理，省旅游集团。旅游集团呢，就是旅行社、饭店、旅游地产、旅游产业，还有很多。有车队这种都是他的，他现在还是国有企业，也就是还是我们是国有的，也是浙江省最大的旅游集团。现在今天跟我来的就这个几位，还有那边还有几个没有选材。哦，对，啊，这个上面来的还有几位啊？还有越南的。对对对对，都是国有的，啊，国贸的项目。企业家和我们政府的有关部门来一起跟大家见见面，本来呢想抽比较长的时间一个个听下来坐坐谈，但是也请大家要谅解，就是确实有点疲劳，因为基本上没什么睡觉。我想下午简单的试试谁看看哪个代表性的做个发言，然后看我们大使啊和其他的人怎么，我稍微沟通一下。我们到时候需要拍张照啊什么的，光我们来过了，我们看看是不是大神。那么现在是讲一些发言方法了。好，那个最近的比赛奖，浙江省代表团
社条团组织，就是秉承着那个团结协作，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爱有爱，就是秉承着那个爱国爱乡那个气质情怀，积极的融入那个葡萄牙那个设备，不断的就是成就葡萄牙的经济啊，正在逐步摆脱那个欧债危机的负面影响，有了那个明显迹象显示那个要复苏了，要复盘了。那么最近那个葡萄牙总统去那个中国进行访问，那么在葡萄牙也引起了很大的积极响反响。和中葡两国就是将会啊迎来了那个更大的全面发展机遇。在这个重要时刻，李强小一行访问葡萄牙，那么对。这个对李杰江及人事占主要组成部分的旅游华侨华人社会具有重大和深重的深远的意义。那我上面我不想占太多的宝贵时间，那么希望这个座谈会能够探索交流大家。那么最后祝愿李省长率领那个代表团，我们葡萄牙圆满成功。谢谢大家。因为这个省长啊，这个时间有限，那么就是呢，我就长话短说。因为这个有很多人，就是本来我需要介绍，那么今天我就是介绍了，啊，就我就简单的就是简简的说了这个，很高兴这个李省长。有很多这个会的，就是说这对。那如果我要介绍的话，我就先介绍一下。大致介绍一下。那我就介绍一下啊。那么就说呢，我们呢就说呢这个，我来现在就是我们中华赌商会蔡荣显会长。对，赌商会。现在呢，老先生呢是我们这个葡萄牙联合总会名誉会长，他是。电工，电工，电工照明。
跟这个南先生有关系的那一些也是吧？对，我们是做那个旁边那位呢是华人工商联，日本华人工商会会长，这个是季建峰，他是专门是做这个化妆品，化妆品服装，化妆品服装，是也是做贸易型，贸易，在中国的。旁边那位是吴三群先生，他是这个我们这个华商会的街市长，他是这个在这边是做这个餐饮业，在中国呢有一个大的企业，也是在浙江。你自己来介绍一下。浙江长兴县，在长兴呢，我们保温器材，2004年入驻呢，做就是建新型建材。保温建材啊，是2004年去。你是福州的？我人是青田人，是青田的，在浙江。对，像东华桥。这边呢是呢我这个是我们来自北部的叶秋生，是华侨华人这个。我们你介绍一下。做超市。好的。这个王先生呢是是我们这个也是我们中华总商会常务副会长，也是这个浙江杭州两仪会会长，对杭州贡献很大。他专门是做这个工业品。张英桥先生呢，他是这个博中友好协会的，你应该知道吧？就张英桥先生，他是这个在安哥拉赚的企业很大，专门是做这个建筑行业，还有很多这个贸易这方面。这个你自己来介绍一下，还是你比较？我们去安哥拉建筑后来房地产开发，现在是乌拉姆工业这边，做工业这边做电力的设备，那个电力的输送。现在商品开发，那里商机比较大，改革开放。旁边那位是这个张振华，对，是华人工商联合总会的会长，他呢是专门是做这个百货业是吧？对，我做的是百货、小商品，还有服装、鞋类的，在中国进口产区。旁边那位呢是我们这个福光会，就是说这个欧洲福光会督导，福光会对，就是那个星云大师创办的，就是说对，我做服装吗？你是星云大师的徒弟，弟子，皈依星云大师，对。那位是我们这个大名鼎鼎的在葡萄牙这个做律师行的，就是现在就是说这个办理黄金居留，现在是一手包办的。还有大的项目，复兴啊，比如说，对对，比中文好，他给我发短信，发不用发中文，他知道你不用。对，到现在是最好的。那边那位是陈建林先生，这个葡萄牙华商会这个常务副会长，他们是做的这个百货业、餐饮业，或者说做一点。那么金家庭先生是华人企业家联合会秘书长，你自己来介绍一下好吗？不用介绍，你介绍。他是做这个餐饮业，也是百货业，就是说在这边。大部分就是这边的，就是做成百货业跟餐饮业的比较。百货业是自己开商场，大理石，石灰石，对，不大不大的呀。
大部分呢是以百货业的为主，然后呢就是这个餐饮业呢就是说的为主，以前是餐饮业，现在这几年呢就是说这个百货业呢，反超呢就是说这个餐饮业，而且这几年刚好呢碰到这个金融危机，这个生意呢确实也受到华人这个受到很大的影响，我们在这边呢也是需要呢就是说这个。也要有个新的平台，建立一个新的平台，就是跟国内进行就是说这个对接。所以呢，就是说呢，这个在葡萄牙这一块，就是说呢，其实我们就是说这个跟国内啊，还有很多这个行业可以进行对接。比如说我们就是说这个葡萄牙这一块，模具这一块，我们浙江省也是有模具这个大省。我们在这一块也可以就是说这个进行了这个对接，如果是国内有企业过来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就是说拉进一个平台来就在这里。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呢这个葡萄牙就是说这个环保这一块还是深入的，因为我们这个华人这上面这个环保这一块我们还没有发现，其实就是在环保这一块就是说他们有很多这个成功的经验是值得我们去借鉴的。环保你讲的是它的产业是吧？它的产业就是产业这一块呢，就是有很多他们已经有现成的这个成功的经验在这一方面。是设备吗？啊，是环保设备吗？环保的就是说是这样，它的设计理念解决方案，就是它解决的这个方案，就是说比我们呢就是有很多呢就是说比较有优势。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呢，我们就是说呢，这个用葡萄牙就是建立这种外贸关系啊。最近这段时间呢，因为我们这葡萄牙这个就是受到这个金融危机啊，就整个行业呢就是说呢这个很萧条。那么有很多这个资产啊，现在就是进行这个出手，或者是重新的这个增资啊。跟他们就是说，我们可以怎么说呢？就是说重新一个洗牌吧，就是说这个，那么我们有很多这个中国的这个企业啊，可以在这个时候过来收购他们这个企业，是一个最佳的时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再一个呢，就是说呢，这个葡萄牙，就是说呢，是我们这个欧洲啊。就是通向欧洲的一个桥梁。再一个呢，就是说呢，葡萄牙呢，就是因为这个葡萄牙这个商人啊特别多，就是他是跟这个恩格拉，跟这个就比如说我们这个张先生是吧，他有很多这个葡萄牙的这个朋友，他们都是做这个生意这一块。这句话是这个葡萄牙跟商人本身就是他在对，就历史上就是说对恩格拉这个南美国家。关于新的国家，他们这个商业往来非常之密切，所以这一块呢，如果我们搭建好的话，就是我们通过就是说呢，葡萄牙这个桥梁，我们就可以直接通到就是说呢，这个非洲国家跟这个南美国家。那么就这几块呢，就是说呢是比较有优势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呢，他们这个产业啊，就是说呢这个海盐资源也是非常丰富的。如果你们在这里时间长的话呢，就是这边就比如说海鲜啊、渔业啊、资源啊，也是也是比较丰富的。
他地方去买，你面试嘛，哎，就面试的。这个是我们的强项，对不对？所以他刚才我送给他一个画册，那外交部长看到我们，就算翻到那一页，我们有很多浙江的批发店，起码这个山上的、海湖上的，他还敢去，那没那个没讲明白。就是它的转换器这一块呢，就是说呢是非常。我们包括发电机，包括这个裂变器，包括储能的设备，都是全部是很贵的。地广对，地广对。我们就是跟智能电网系统的。对的。南京就是开发这一方面。那这一块就很好啊，很快要进行这个。它就是有，它就是风场，就是风力资源部，然后像南澳这一块呢，还有太阳能、光伏，肯定是很稍微资源比较大，然后它现在呢，这个就是它的马坡啊、库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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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库马对吧？它自己在那个库马那个城市是吧？所以。光伏电站，光伏电站，光伏电站，那挺好，是吧？风力资源，然后风电，那它确实去那个投资的沙船公司，三峡公司也利用很多的这些方面，很多山头也。这个倒非常好啊！它一个，因为我们现在光风电的电厂就是两个，一个是山上，一个就是。另外一个山个岛的山上，另外一个海洋里，海洋里浅塘里，这个是在北京的。然后就大家就是前面就是这个葡萄酒啊，波特酒，或者说这个温酒，这个整个欧洲啊，这个还有农业方面的，就是橄榄油这一块，就是说他们重视还是有工业经验。就先说清楚，就是说文章上就。电表布，电表布的，
惯的时候，电台现在受众很大嘛，主要是开车的时候电台收入比那个电视台高。电视台为什么高？它因为有比较音信比较强，音信非常强。上下班嘛，在车上。但是，这个是在车上听，在家里听广播的人还是不少。在家里的时间，就加在一起，然后就不听了，那电视也很少。但是现在还通过他们的自己的社交网络嘛，有很多人。现在从那个广播听听广播之外，还有那个网络上有听听到什么的，听到什么的，不管什么什么，我们现在我们也那个。电台从这个今年从我们开始之后，广告去年四月份到底，去年四月份上了一张，今年可能还会上一张，今年还会上一张。就是我们的操作方式和市场方式不一样，不一样。就这是我们的那个进口的社会传播出口价值，我们很好。现在我也是总商会的监事，我简单介绍一下大家这边华人社会的情况。现在华人这边是移民群体，属于地体大，葡萄牙地体大华人群体。第一大是有巴西，啊，佛得角，当中，那华人是属于非移民国家，那我们属于地体大。十年之内，从2001年到2001年增长了5倍。我到这里的时候，不到1000，不到1000。那么从那2012年12月，因为那这个包括，不包括它的几个大的方面会什么？这个包括拿那个拿了主体的，对吧？主体的，那不包括它，它有那工资就多了，多少工资可能就我1000多，1000多，我们在座的没有多少工资，也挺好的，那还是在座有外国人。但他们都比较爱国，这边的啊，都比较爱国。那个这样的，还有一部分是没有合法的居留的，都是不合法居留的，有百分之大概，他们抽查上20%，但是检查多少呢？查到里面多少合法，大概20%。这样加起来，可能我们有2万2,200,300，我们大部分的话。家族主义家族全部是归属都是从这个主题国都是有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地方。那么现在你们那种以前在安哥拉出生的罗马尼亚出生的从这边过来的话也是在因为我们讲就像我们讲话会都就是原来不看这个国语大家都说的像现在都说的很好国语啊我们的这样的说的话都是一起那么都倾向就这样子不一样文化对所以后来我们才以我们报纸产生否则刚开始因为几千人几千人没办法报纸92年一次合法化95年一次合法化增加了那个又翻翻的广那到90年代末才有温州的地区侨民过来带着那个资金过来以前大部分90%以上是自家亲朋，一直过来讨生活，亲戚的亲戚，他们在同村。那么到90年代末，例如有温州的这个发展，那么到有部分企业带领在指引到这里，然后开始产生这种那个技术批发，然后做朋友。但是对于餐饮、零售的现在这个是不像他们现在混杂的是食品品的商业性质性工作。以前零售是在街上拿起五袋，拿起十袋去卖的，这成本很低，是有溢价的。那么总之在华人经过了这么20多年的发展，最早是1932年记载过来，咱们做了先生的岳父过来的，是华人第一个剧组。但是我们从那个外的一个没有得到正式的，他住在亚瑟群岛。
我们是因为新型电子产品是叫特拉派，但是因为我们在这些这个投资啊，这个国内股市就是那两个国内，我觉得我们华侨的国内股市啊是一个弱势群体。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呢落户在我们的科技园啊开发区，落户在很多因为我们是自然型的项目，落户在仙川，在这些那个地方。现在呢，我们有三大问题，比如说我们第一大的是老百姓。但作为我们企业，我也可以常常说我们是老百姓。但是现在因为呢，这个老百姓的问题啊，在这个涉及到的比如说汽车啊，包括环境啊，现在我们都在解决。那他所有的问题，不管你排的是或者是你做的是好不好，他把一切的都归于你企业。现在变成我们企业就只是一个，这个好像有事情就会来找你，这就是我们作为企业的。是什么样都是你的。哎，比如说老百姓有些问题啊，他就会跟我们反映啊，比如说啊，到了结成一个团体啊，要给你做工作，你结成你说啊，你是什么的说。哎，这就是说一切反正归功于反正问题是你企业到这里来造成的。所以说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第二个就是两个问题，我们存在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觉得有，因为今天有很多企业叫，有一个中国有一个叫做叫做工商，因为我们这个人数不多，100多，比如说上下班了都会有工商。这个工商呢，就是如果在交通上出现的问题，也对于企业的工商来看，因为中国的很多的保险公司还是要保的。对，那有很多法律国家法律都有这个问题，这是我们国家法律，它不是针对企业。对，但是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啊，就是把企业工员工呢，就带到厂里来作为宿舍哈。那么我们也是减免，能够在给员工带来更好的一个福利。但是有一点呢，就是有一个叫做居民用电和一个居民用气的价格有差。那我们企业如果是用的是企业用的话，这个价格啊，就是你不能享受这个福利，我们不能做给他一个福利享受，有居民用气和用电，那么企业的就变成了成为企业的用气和用电，它这个差价就是作为企业不需要如何能够去改变这一点。还有一个现在我们都有节能计算，如果你把这些生活上的都用到这里面去，那你的就是等于能耗的消耗啊，它这个整个这个给你报的。就存在了对我们企业带来一个矛盾，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如何去解决这个。